就只有领带啊。不满意啊？好贵的哦。哎，要是再有套西服就好了。行了行了，西服啊，自己挣钱买去啊。你忙的。你不是打得很好吗？您送的当然得您打。以后啊，自己的事情自己打理啊。哎，妈妈不能老跟着你一辈子。选西装的时候也是，别只看款式，也要看面料，选那个大方的、稳重的。我这是不是再来一下？对吧？您还是不回答了。不管了，臭小子。当我再次穿上西服，我突然理解了何为上班族的战袍。这种适度的紧张是可以令人打起精神的，也能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还有责任。蓝千一，高思聪，果然有你，不出我所料。恭喜二位，看来公司果然还是看重实力。好帅，祝贺你啊！同贺同贺。哎，好像是，应该只有我们三个人通过了吧？听说去年也是三个人。干得不错啊，哥们儿。你也是。又见面了，苏一秋。千一，对不起。你还记得？高总。高总。都到齐了，各位请跟我来。曲总想亲自见你们。大家都请坐。我代表金晨欢迎你们。南千亿是吗？哎，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面呀？好像没有吧。啊，我听说你在实习期间只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把米莱这个大案子给谈下来了，非常了不起啊。您过奖了，还是靠于总帮忙。看来你跟于总处得不错嘛。再接再厉。嗯。郝帅到。看来以前有过创业经验非常重要啊。是你爸爸支持你的吗？我父亲一贯都很支持我，如果没有他的关心和理解，我是走不到今天的。不过其实我也挺有实力的。是吗？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别忘了替我向他问好。知道了，谢谢曲总。高思聪。你的这个 PPT 啊，做的很务实，逻辑缜密，措辞严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可是你的入职志愿填的是能源组，是因为之前在那里实习过吗？也不完全是，能源组的业务上，我觉得在投资行业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优秀人才。我期待你的表现。你就是那个孙逸秋吧？